我想想，我吃点啥？我想吃面。你吃什么？我吃盖饭，我想吃茄子盖饭。要不就是那个，要不就吃那个什么，吃那个鱼香肉丝盖饭，鱼香肉丝盖饭，或者是那个茄子盖饭，茄子炒饭，两个当中一个。美女，你去叫吧。来，喝点水。大白天喝酒啊，不喝酒。你运动不运动？在那边有运叫一下，叫一下。他们家酸辣粉。他要一个酸辣粉。我要一个鱼香肉丝盖饭呢，还是要茄子炒饭？你们在家吃不着吗？我做的不好吃。我要一个鱼。一个酸辣粉，一个那个鱼香肉丝盖饭。哎呀，忘了给你倒了。什么玩意儿呢？这是什么东西？乳酸菌。乳酸菌的。乳酸菌。先吃饭吧。哎，你这个项链挺好看的，这是纯金的吗？我2号买的，2号过生日。在韩国买的。2号过生日嘛。在韩国在咱们利川买的。利川的一家那个粉色门头的那家店。鱼香肉丝盖饭。鱼香肉丝这边啊，对。对，太好吃了，这个太好了。香辣。来点。筷子呢？来，你吃。这太好吃了啊！这边一条网，给你分享一点。不用。我也吃啊。嗯，太大了。这个给你点啊。嗯，你拿点，尝尝点这个。减肥呢？慢点，不用。辣椒，酸辣椒，哎妈，饿死我了！我觉得吧，你做美食比较好。我觉得应该做美食，因为你好这口，还愿意研究这玩意儿，不像我呢，还挑那个好吃不好吃的。你愿意研究它，我就对那个不感兴趣。你做美食吧，这挺肥的每天。你做完了给你姑娘吃，你做完了给你姑娘吃，给你老公吃，完了你还积德了，完了你还挣钱了，实在不行把我也叫过去。我吃饭的时候好全神贯注。这应该是北方的，北方酸辣粉。小人说不好吃。对于我那挑嘴人来说，这个点错了，不及格。但是你这个鱼香肉丝特别好吃，给个赞。你尝两口，我都给你拌了。我吃了，刚才给我的，我吃了。好吃不好吃？太满意，太合我的口味。小云非常挑剔，所以以后要做，要做什么？要做美食啊，然后他做我吃，完美搭档。完美。